好，过来来看，番仔沟是河滨地区最重要的排水系统。有民众向家里里长陈英杰来反映，讲番仔沟顶的大下段杂草发甲真旺，甚至边仔的大树哦、枝叶嘛，窜到河道顶头。官员赖清美接到通报，是来邀集着水族处的人员来到现场会勘，争取河道清除工程作业。这是番仔沟顶有大下段，规片看过去，过河道基本上拢被水生杂草砍掉的。管护水族处今年四月才完成河道清理作业，无到半年时间，杂草阁发出来，予地方民众非常困扰。这条我自民国1993年开始，我就开始咧建议啊，吼、哦，即系立委归来，我希望讲是真嘛，你中央吼，你民进党这三个立委吼，我拜托恁啦，吼、哦，莫分啥阶段，分分啥色彩啦，吼、哦，即系咱即个，个即排水沟，香港排水沟即大排，即叫做清理开用对。地方遮个农民咧，甲遮个百姓个损失就比较济啦。啊，希望你县政府哦，透县个甲透省个吼，透遮个位爱甲咱大家手济吼，遮个测高啥拢来做做开了后，后个咱经费就免开遐济。你一年个你清爱开几百万呐，你真正是浪费去。你一年清，甲种甲种固定一年清一届，只卖改一年清两届。咱这条是番仔沟排水的上游吼，咱看到遮拢无做石化吼，啊，拢是土泥哦，土沟吼。啊，拢杂草丛生啦，吼！啊，咱也知讲，县政府一年嘛拢有清一届，但是一届无够吼。你看四月份清尔，即马十月份啦，十一月份已经搁草啊安尼啦吼。啊，后壁树啊嘛足大丛，迄拢会影响到咱的排水，所以咱今日有请水族处的来看。啊，咱里长非常的关心吼，嘛希望讲咱会使把即个石膏吼，即个土泥这样搁哎做起来吼。那做起来了，咱相信讲防水也好啦吼，啊草啊嘛较袂发啦呢。官员赖清美接到通报，马上邀集管护水族处警员共同前往现场会勘。但严格地长指出，这个所在也是旧式的土地护栏，有水沟土，所以杂草马上阁发出来。希望民意代表甲管护会当协助向中央争取施作红门土护栏工程。大江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。